这个是最痛的，然后你说这个差不多，哎，说这个也是痛啊，然后你这边这边没什么痛，那你这个地方肩膀上就比较重一点，看起来是很轻松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呢就推不进去啊，我讲，到底下我要把你调成痛的，然后别人松管可以推进去，就是给推了，哎。对没，肩膀，嗯，其实这样肩膀上要松完了呢，哇，你看去后面也是让它很看，看举头是不是很脚软呐、啊？对，这个没得劲了。